观众说我们的动员大逃杀。好的，运动员大逃杀，游戏规则相当简单啊，也希望大家好好加油。大家要先找到可以攻击的武器哦。哨音之后，比赛正式开始。我看，我看，多喝水有毒。等一下，你要喝完水才能去运动。没瓶这么大罐，千万别动啊！别人来你就不能跑。哇！我的宝箱是这个，保护当事人，遮住眼睛，混淆对方，什么意思？哦，遮住我的眼睛，对不对？ OK OK， 好。包夹，包夹，包夹，好，包夹，包夹，包夹，好，好，包夹，包夹，小心背背，小心不要背背。过去看主位，过去看主位。你看我怎不要乱开宝箱。不是我，哎，小心 K 的那边。不是我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为什么？哎，我怎么是那个？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嗯。到他没？等一下，哪里有袋子？哎，沙丁鲁。我的很难猜，你们不会知道的，你们不会知道我是什么的，好难哦。你又没有，你又杀不死我。我先看你是什么。你血啊。哎，不能拿我们袋子。哎，他谁？郭哥他谁？郭建淳。大哥，大哥救命啊！他踢我，他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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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吗？对吗？啊，俊写错，写错了，他是郭姓淳 ，K 的淘汰。我写错字啊！你写错的是郭姓淳，不是郭靖淳。我写错字，太紧张了。来来，等郭姓淳换一个，郭姓淳换一个。那你还没写啊？写到，写到，对吗？对吗？对对，有吗？没错。没错吧？我都知道，他怎么的我都知道。他们是你有看到了？陈金峰、陈兴安跟那个张泰山，赶快去找下一个。卡不到。我的球，我想不起来他的名字啊。桌球国手，给我一个姓就知道了。开了宝箱，裁判啊，什么啦？你要跟他绑在一起，来，因为你犯规了，来，不要走啦，吵死啦！妈妈，哪里有宝箱？运动伤害，你先。这是好牌，这是好牌。好，讲得出来吗？很像萨基努，很像萨基努。谁？桌球的，我想不起来他的名字啊。我的太难猜了。叫什么？等一下，我的大魔王。对不起，但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不知道的。你现在多跟我讲几个姓。卢
不是，周，不是，周，林，不是，陈，不是，就是出不来，就是出不来。黑色娃娃在哪里？我本来想要写王桌球，姓王吧？国歌复活！国歌复活！你说呢？复活机会？拿到起点。那真的有一个人可以复活？完蛋！那看到国歌是谁？哎，求你抽到，不要太熟脸了。篮球。国歌复活！你要去看。哎，没错。是阿乐，等一下阿乐没死。没错，没错。他没死。来，贴上。贴，然后贴上去。哇塞！贴上。哇哇哇！你要小心，你要小心哦，你要小心哦。来喽！对，被激怒的公牛。保护我！郭哥是林书豪。郭哥是林书豪。有啊，中了中了。可以他吗？听完了吗？哎，我听到了，我听到了，听到了，林书豪又淘汰了，又淘汰，现在还剩剩下主位一枚。啊，怎么回我不应该抽到这个，抽到这个跑全场。呀，谁？庄。我想到，真的姓庄，庄，庄什么勋？庄子勋，庄是，庄，哎，庄什么？庄，怎么会这样？庄，大哥，我先去找那个娃娃。你们都没印象吗？庄什么渊，对不对？庄知道，对不对？庄子庄子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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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庄知道，对不对？庄子庄子渊，庄子渊，庄子渊，哎！哇，好了，来，先到，来写。厉害吧？厉害吧？天哪，那个。要中吗？有，庄庄淘汰，快写啊！冤是哪个冤？那个三点水大冤的冤。哦，你有没有看到比较屌的是我们摄影师吧？有没有看到？二来一，突然间变激烈了。大哥去帮，大哥帮，大哥。啊，好累哦！辛苦了，辛苦了！恭喜黑队获胜！